太极拳，根据太极名家一代宗师杨宇霆老先生创练的套路摄制，拳法教授杨宇霆老先生亲传子弟吴式太极研究会秘书长翁福奇，太极散打杨宇霆老先生再传子弟李和生率徒献技。太极拳是我国特有的武术项目之一，它内主静心养性，外主锻炼体魄，是一种内外兼修抗敌智慧的技击的手段，又是一种健身驱病增强体质达到养生长寿的重要的方法。太极拳以柔化为体，以刚直为用，以心行意，以意导体，以体导气，以气运身，以柔制刚，以静练动，以小制大，以退为进。行功的时候，松软圆缓均如行云流水，连绵不断，又舒展飘洒，气势宏大。太极拳始于我国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流传极为广泛。吴式太极拳始于满族人传幼，传幼受业于杨六禅、杨班后父子，后来传幼传给徒弟王茂斋，传子吴鉴传，王茂斋传给个徒弟杨宇霆。目前呢，太极拳运动经过很多卫生医疗部门和体育科研单位研究证明，这项运动对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呼吸消化系统、新陈代谢等方面都能够起到极有益的作用。它不单止使人保持了健美，延缓了衰老，而且增强了活力，陶冶了情操。今日我哋教吴式太极拳，发扬武德，振兴中华，使中国这个古老的文化遗产被更多的人所应用，为广大群众的生活增添更加绚丽的光彩。拳的练法，一般练太极拳要有三层的意境。初练的时候，如身在水中，两足踏地，动作的时候如有水之阻力。第二层，如身在水中，两足浮起，如后者浮游于水中，能够自由运动。第三层则身体轻灵，两足如在水面上行走，临渊履冰，神气内敛，不敢有丝毫散乱，则此拳成矣。拳的姿势和动作都要有一定的要领，并且各有其定义。头要上顶，但是不可以用力，下压自然收敛，头顶正直，精神贯注，全身松开。顶、蹬、伸、缩
都用意而不用绝灵，心智虚灵，即所谓虚灵顶境。口，口唇虚闭，牙齿轻含，条脷顶住上颚，用鼻呼吸。胸，胸要含蓄，不可以挺出。胸含即气沉丹田，胸挺即气涌胸滞，上重下轻，脚踭漂浮，为拳家所忌。胸含则气贴于背，力由脊发是真力，即所谓含胸拔背。足，两足要向下松垂，指尖向下，两臂自然弯曲。手，五指张开踏碗，虎口张圆，手心略内含，好似揸住个球咁样。腰，腰必须踏住，因为腰是全身动作之重。人的旋转进退虚实变化全靠腰动贯穿。腿，两腿弯曲，一定要分清虚实，即是身体重心要放在只脚上。如身体重心移于右腿，则右腿为实，左腿为虚；反之则左腿为实，右腿为虚。分清虚实为太极拳之要义。运动起来转动灵巧，否则迈步重滞，以为人所牵动。呼吸，所谓气沉丹田，指池下三寸嗰度，就是指深长感在腹部呼吸，但是千祈不要用力向下压气，一定要使呼吸任其自然。太极拳的特点之一是用意不用力，以意代力，因为太极拳要求用活力全身松开，不使分毫绝力留滞于筋骨血脉之间，要求畅通极柔软、极坚刚、极深重而极灵活。意道劲道运用自如，如果用绝力则持滞不灵，力浮于外，就不符合太极拳的要求了。何谓用意不用力，何以内力自生？因为意之所重，气之重，如果是血气流注，日日灌输，周流全身经络，无日停滞，九年则真正内劲即可产生。我们现在练的太极拳又称之为太极拳十三式的。十三式包括彭、吕、挤、按、踩、捏、逐、靠、进、退、固、判、定，亦就是所谓八门五步。八门包括彭、吕、按、四正方，即四正之首，捏、踩、逐、靠，四斜角，即四御之首。五步，即进退、固、判、定，即代表前后左右中。在老拳谱当中亦有称为五行八卦的。总之，过去前辈在创造太极拳的时候，首先有了空间、方向和位置的设想。十三式的制定可以说是非常科学的。他假定一个人处在中央的位置上，
为了更好地利用空间去应付周围的一切，看来只有八门五步十三式的设想才是布局合理、周密运动、发功、照顾全面的最好的办法了。八方扇是人在中央位置上面向南方站立，其前方是南，后方是北，左方是东，右方是西，即是图中实线所表示的为四正方向。另外在它左前方是东南，左后方是东北，右前方是西南，右后方是西北，即是图中虚线所表示的是四御方。太极拳的主要步伐按照两脚的距离和角度所分的步伐，正步左右两脚脚尖向着同一个方向，一前一后，前脚脚踭和后脚脚尖前后距离是一脚长，左右是一脚阔，称为正步。如果按照八方线和圆周度数则分，则两脚的后脚脚踭和前脚的脚踭落在八方线一如角线上，大约成二十七度角，是叫做正步。预步左右两脚脚尖向着同一个方向，一前一后，前脚的脚踭和后脚的脚尖前后距离是半脚长，左右是一脚拨宽，后脚脚尖和前脚脚尖落在八方线上预角线上成四十五度角，叫做预步。按照姿势所分的部分，自然步两脚并列，脚尖相齐，两脚中间距离大约是本人一立脚阔，两脚外缘之间的距离大约是等于本人的胯阔。而预备式初站时候的部分，平衡步两脚并列，脚尖相齐，右脚向右平衡迈出，两脚外缘之间距离要是本人的肩阔。如预备式第二动开步之后的步伐，弓步重心在前脚，弓身膝头哥和脚尖上下对正，不要向前闪或者是左右歪斜，后腿要舒展开，后脚尖要伸直，后脚掌全部轻轻地踩住地，正步预步皆如此。如揽着尾第二动，坐步后腿弯曲，身体后坐，尾履对正后脚踭，重心在后脚，前脚舒直，前脚踭轻轻地踩住地，脚尖上翘，如揽着尾第一动。骑马步两脚并列分开，两脚可微向外斜，中间距离大约是前两脚长，两脚弯曲，身在两脚之正中踎低，重心平均在两脚，如斜单边第二动。虚丁步右脚横置，右腿直立，右脚尖轻轻地踩住地，左脚踭靠在右脚里踭，左腿膝部微屈，两脚形如丁字，如左高踏马第一动。
步，弓左身，左弓步，右掌前按，或者是弓右身，右弓步，左掌向前按，如揽膝拗步第八十动，弓左身，左弓步，左掌前按，或弓右身，右弓步，右掌前按，皆为顺步。一字步，两脚一前一后，弓步或坐步，前脚理侧与后脚理侧在一条线上，如野马文中第二动并步的动作。扑步，两脚尖直对前方，平衡分开，两脚之间的距离是两脚长。右腿弓身，伸向右腿下坐，腰要伸直，左腿舒直，左脚掌全部轻轻地踩住地，重心放在右脚。立掌要求五指分开，指尖向上，大指手指与食指第二节横纹呈水平，如揽膝仰步之掌，这样要求是于松垂逐步，但是顺步掌则大指磨指，其余四指直立，如扑面掌之掌，平掌，掌心向上或向下，指尖向前，如揽着尾第五六动之掌，侧掌，掌直立，指尖向上，掌心向左右，如退步跨虎式第二动之掌。太极拳的掌法要求五指回拢，大指里侧扣压在食指和中指的中节，拳面要平，拳心要虚，五指松拢，不要过神。太极拳的勾法，虚勾松腕，五指松拢下垂，勾尖虚拢向下，如单边的勾，实勾腕部弯曲，五指聚拢，勾尖向上，如足底向垂，同退步跨虎之勾。五指聚拢的原因是便于上臂骨、横骨向内旋转、向后伸延。分脚，一腿独立舒直，另一腿提伸，然后再将小腿向外分踢，脚面要平，脚尖向前舒伸。硬脚，一腿独立舒直，另一腿提伸，然而将小腿向外硬出，脚尖向上，脚踭外硬，而转身硬脚。摆莲脚，一脚独立舒直，另一脚提伸，然后再将小腿舒伸摆脚，脚面要平，脚尖向前舒伸。单手或双手在摆脚时和脚面哔哔叭叭地打，而十字摆莲和转脚摆莲。盘架子，太极拳的成套的拳式在习惯上叫做架子。盘架子就是打拳的意思。由于太极拳是一种异形并重的武术，不单止流传下来的样式有好几种，而且同一种式样由同一位老师传授到造诣比较深的时候，各个人亦不会在式样的神似或者是形似上完全一致的。因此
太极拳的架子仲可以根据学拳人自己身体的强弱或者是要求高低而有所不同，亦就是说任何种架子都可以分作大中小三种知识来练，一般应该先向大里练，然后再向小里练，先求开展后求紧凑，架子较大运动量大，架子较小运动量亦较少，所以呢练拳者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的情况量力而行，不可勉强。唔识太极拳一共分83式，326个动作，按照传统的练功方向为面向南方起式。一，预备四动。二，揽着尾八动。两次四动。琵琶移动。八，上步搬难垂。
十，抱虎归山四洞。南山四洞。十二，揽着尾六洞。十四，竹底看谁移动。十五，宝莲侯六洞。十七，提手上升四洞。量次四洞，与五百学量次相同。拗步二洞，与六揽膝拗步之一二相同。二十海底针二洞。二十一线通背二洞。撇身锤二洞。二十三，预步搬难锤四洞。二十四，上步揽着尾六洞。
十五，正单边二栋。云手六栋，左高探马二栋，二十八右分脚四栋。探马二栋，三十左分脚四栋，三十一转身硬脚四栋，三十二进步栽垂六栋。撇身垂二栋，三十四翻身二起脚二栋。虎四洞，脚移动，三十七双峰贯耳
移动。38，披身踢脚，四动。39，转身硬脚，四动。40，上步搬难垂，六动。41，如风似闭，二动。42，抱虎归山，四动。43，左右斜步揽身，四动。44，揽着尾，六动。45，斜单边，二动。46，野马分鬃，十二动。47，玉女穿梭，二十动。
四十八，上部揽着尾八洞。一下息移动。52金鸡独立四动。53倒列猴六洞。54斜飞色四洞。手上色四洞，各洞均与四提手上色各洞相同。56白鹤亮翅四洞，各洞均与五白鹤亮翅各洞相同。57
蓝色咬部二洞，各洞均与十九蓝色咬部各洞相同。五十八海底针二洞，各洞均与二十海底针各洞相同。五十九线通背二洞，各洞与二十一线通背各洞相同。六十撇身锤二洞，六十一上部搬栏锤四洞，六十二上部揽着尾六洞，各洞均与二十四上部揽着尾各洞相同。六十三正单边二洞，各洞与二十五正单边各洞相同。六十四云手六洞，各洞与二十六云手各洞相同。六十五高探马二洞，六十六扑面掌二洞，六十七十字摆莲四洞，十八揽室紫挡垂四洞，六十九上部揽着尾六洞，
十，正单边二动。一下息移动，各动与五十一下息各动相同。七十二上步七星移动，七十三退步跨虎移动。七十四回身扑面掌移动，七十五转脚摆莲四动，七十六弯弓射虎四动，上步粗垂移动，七十八揽着尾四动，八十上步操掌二动，八十一揽着尾四动，各动与七十八揽着尾各动相同，维持方向正西。二正单边二动，各动与七十九正单边各动相同，维持方向正南。八十三合太极二动。